谁呀、啊？我帮你。你好，进来进来。哎，我饭局，我真不懂，我出去出去，咱难受。我已经到饭局。什么看不到？这个饭局为什么到这里？啊，你先陪我玩哦，玩客，然后再你等一下。哦、你，我们现在玩那个游戏，一个魔术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老师，我们又知道了。天汉子，每天写很多，每天在你的房间写很多。我们有两个。啊，两个老师啦。不是爱多，妈爱多，妈真的。Daddy Pretty Baby， 魅力四射，自己都喊我。小学时候，我们班上有个同学，他功课不算很好，他走路同手同脚，他年纪比我还老，他三餐都吃水饺，老师却说小朋友们大家听好，新同学不得了，他爸爸对国家很抱笑，从铁面跑来。外国老师，不是留学生，你说你的。你为什么说老师留学生？所以中国姑娘，我说哇，我喜欢他。好，我们在二局，我们在安徽宁晋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江海华，我从印度尼西亚来这儿，要学习汉语，我来的时候。我的班有十五个人。十五个，十九个。十九。我们班多少？你们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？啊，你们要常常喜欢做什么？你喜欢做什么？你看。说一下你家有油漆吗？有。有，现在我家，你看看。哇！你们愿意去吗？不想。不想去。不想去。为什么？我汉语。我们那个汉语打不好。你好。你怎么了？昨天你吃了什么？吃了面条。面条。你吃了什么？鸡蛋汤很，有很多白酒。白酒。
对，那你要看。我累了，你说我累了，我不懂。吃饭。还有还有家。开始。你们说话，你们说话。行行。出来吧。喂。睡觉。不啦。睡觉。啊。